不配合嘛啊、哦？你要造逃哦！你要造逃！万华分局西门町派出所于113年11月15日7时许，接获110报案，称环河南路一段上有交通事故，需警方到场处理。警方到达现场后，闻到刘姓驾驶人身上散发浓厚酒味，对于警方询问答非所问，明显酒后有态，且想迅速逃离现场。警方立即将其拦下，并施以酒精浓度检测，检测值达1.10 mg/L， 涉嫌公共危险罪。警方当场依现行犯逮捕，并宣读权利代办所侦办。全案依酒后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公共危险罪，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